的盼望在基督里，因他宝血我竟称义，我不信靠世界虚言，全心仰望耶稣生命。基督是方教士，你爱你的刚强，风雨中他是主，他是主。亲爱主，我哋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就系我哋嘅防角石，你就系我哋嘅生命嘅主。我哋纵然呢个世界面对各种嘅风雨狂风，但我哋依然可以嚟到投靠你、亲近你，因为你系我哋坚固嘅防角石，你就系我哋救恩嘅泉源。所以我哋嚟到投靠、亲近你。今日愿意你嘅说话再一次嚟到坚固我哋，加力俾我哋，使到我哋可以有能力面对呢个世界。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有复活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早晨，诗篇五十七篇一到六节，神啊，求你恩待我，求你恩待我，因为我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直到灾害过去，我要向至高的神呼求。就是向为我成就他旨意的神呼求，神从天上施恩拯救我，
斥责那践踏我的人，神必向我发出他的慈爱和信实。我躺卧在狮子中间，就是在那些想吞灭人的世人中间。他们的牙齿是枪和箭，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被尊崇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遍及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了网罗，使我低头屈服。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进坑中。天上的大君王，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主，我们要赞美你。你就是向我们发慈爱和信实的主。主啊，你就是那个向我们成就你自己最高心意的主。所以神，我们要投靠你，我们要在你的翅膀荫下被你保护。在主基督里面就是避难所，在主基督里面就有平安。神啊，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开声的去歌颂你。纵然我们在患难躺卧在狮子中间，我们被那些想吞灭人的世人去虎视眈眈，但是主啊，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你就是保护，你就是赐平安的主。神啊，愿你被尊崇，愿你的名字被高举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遍及全地，让世人都在你面前低头屈服，因为只有你，只有你是最高的君王，只有你是掌权到万代。我们敬拜你，仰望你，等候你，我们愿意服侍你。听我们的敬拜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约书亚记二十一章。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以利亚撒祭司和乱的儿子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那里，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耶和华曾经藉着摩西吩咐要给我们城市居住，和城的郊野可以牧放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产业中把以下这些城市和城的郊野给了利未人。首先为哥核家族抽出签来，利未支派亚伦祭司的子孙，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和便雅悯支派抽签得了十三座城。哥核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莲支派的家族、但支派和马拿西本个支派抽签得了十座城。甲顺的子孙，从以撒加支派的家族、亚切支派、拿弗他利支派和在巴山的马拿西本个支派抽签得了十三座城。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家族，从流本支派、加德支派和西布伦支派得了十二座城。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藉着抽签把这些城市和城的郊野分给利未人。他们从犹大支派和西缅支派中，把以下这些有提名的城分了给利未支派，哥核家族中亚伦的子孙，因为第一签是他们的。以色列人把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和他四围的郊野给了他们。亚巴是亚纳族的祖宗，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属于那城的田地和村庄，他们却给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作产业。以色列人把误杀人者的避难城希伯伦和希伯伦的郊野，又把立拿和立拿的郊野给了亚伦祭司的子孙。
还有雅提尔和雅提尔的郊野，以实提莫和以实提莫的郊野，何伦和何伦的郊野，底壁和底壁的郊野，亚恩和亚恩的郊野，于他和于他的郊野，百事麦和百事麦的郊野，共九座城，都是从这两个支派分出来的。又从便雅悯支派中分给他们基片和基片的郊野，加巴和加巴的郊野，阿拿特和阿拿特的郊野，阿勒门和阿勒门的郊野，共四座城。亚伦子孙众祭司所有的城共十三座，还有这些城的郊野。利未支派哥核子孙的家族，就是哥核其余的子孙抽签所得的城，是从以法莲支派分出来的。以色列人把误杀人者的避难城，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示剑和示剑的郊野给了他们，又把基色和基色的郊野给了他们，又有基白仙和基白仙的郊野，白和伦和白和伦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但支派中给了他们伊利提基和伊利提基的郊野，基比顿和基比顿的郊野，亚亚伦和亚亚伦的郊野，加特林门和加特林门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马拿西半个支派中给了他们他纳和他纳的郊野，加特林门和加特林门的郊野，共两座城。哥核子孙其余的家族所有的城共十座，还有这些城的郊野。以色列人又从马拿西半个支派中把误杀人者的避难城，就是在巴山的哥兰和哥兰的郊野，给了利未人的家族中甲顺的子孙，又给了他们比斯提拉和比斯提拉的郊野，共两座城。又从以撒加支派中给了他们基善和基善的郊野，大比拉和大比拉的郊野，耶末和耶末的郊野，隐干宁和隐干宁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亚切支派中给了他们米沙勒和米沙勒的郊野，亚顿和亚顿的郊野，黑甲和黑甲的郊野，利合和利合的郊野，共四座城。以色列人又从拿弗他利支派中把误杀人者的避难城，就是在加利利的基低斯和基低斯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哈末多尔和哈末多尔的郊野，加尔但和加尔但的郊野，共三座城。甲顺人按着家族所有的城共十三座，还有这些城的郊野。其余的利未人，美拉里的子孙的家族，从西布伦支派中分得约念和约念的郊野，加尔他和加尔他的郊野，丁拿和丁拿的郊野，拿哈拉和拿哈拉的郊野，共四座城。又从流本支派中给了他们比色和比色的郊野，雅杂和雅杂的郊野，基低莫和基低莫的郊野，米法亚和米法亚的郊野，共四座城。以色列人又从加德支派中把误杀人者的避难城，就是在基列的拉末和拉末的郊野，给了他们，又给他们马哈念和马哈念的郊野，希什本和希什本的郊野，雅谢和雅谢的郊野，共四座城。利未人其余的家族，就是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家族抽签所得的城，共有十二座。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
利未人所得的城共48座，还有这些城的郊野。这些城周围都有自己的郊野，每一座都是这样。这样耶和华就把他从前起誓要赐给他们列祖的全地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占领了那地，就定居下来。耶和华照着他向他们列祖起誓所说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静。他们所有的仇敌没有一人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他们所有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里。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应许赐福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了。约书亚记第22章。那时约书亚把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召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一切，你们都遵守了；我吩咐你们的一切，你们也都听从了。这许多日子以来，你们一直没有撇弃你们的兄弟，直到今日。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们的命令，你们也遵守了。现在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应许的，已经使你们兄弟得享平安。现在你们可以返回自己家里，回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赐给你们作产业的地方去。只是你们要谨慎遵守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诫命和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进行他的一切道路，谨守他的诫命，紧紧倚靠他，一心一意侍奉他。于是约书亚给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回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家里去了。摩西在巴山已经把产业分给了马拿西半个支派，至于另外半个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他们的兄弟中间，也把产业分给了他们。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家去的时候，给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着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以及许多衣服回自己的家去吧，也要把你们从仇敌夺得的战利品与你们的兄弟同分。于是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程，离开以色列人，回到他们所得的产业基列地去，就是照着耶和华藉着摩西所吩咐赐给他们的产业。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来到迦南地靠近约旦河的地区，就在约旦河边那里筑了一座祭坛，那坛十分壮观。以色列人听见这事，就说：看啊，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在迦南地边境靠近约旦河的地区，以色列人境内筑了一座坛。以色列人听见了这事，以色列全体会众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讨伐他们。以色列人派以利亚撒祭司的儿子菲尼哈到基列地去见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又派10个首领与菲尼哈同去，每一个都代表以色列的支派家族，他们是全体以色列各家族的领袖。他们去到基列地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的全体会众这样说，你们作的是什么事，竟对以色列的神不忠，今日转离不跟从耶和华，为自己筑了一座坛，背叛了耶和华。从前拜皮尔的罪孽，我们还以为是小事吗？
虽然有灾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直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呢？你们今日竟转离不跟从耶和华吗？今日你们既然背叛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体会众发怒了。如果你们认为所得的地业不洁净，你们可以过到耶和华的地业，就是耶和华的帐幕居住的地方，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可背叛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另一座坛。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不是在当毁灭的物上犯了不忠的罪，以致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体会众吗？因他的罪孽而死的，还不止他一人呢？亲爱主，今日我哋睇到一个好大好大嘅提醒，当约书亚向流本人、加德人同埋马拿西半个支派呢两个半支派去表扬佢哋一路都按着神嘅心意都做得好好，佢冇撇离佢哋嘅弟兄，亦都系按着神嘅心意去遵行。当佢哋翻返自己屋企嘅时候，约书亚叮嘱佢哋要继续嚟到谨守遵行上帝嘅律法，要爱神，要一心一意的尽心尽性来到侍奉主你自己。但是我们看到没多久，他们这两个半支派离开了约书亚的时候，他们去到所分的地方，竟然来到自己建了一座的祭坛，一座十分壮观的祭坛。神，我们看到我们实在要很小心很谨慎，当我们一路去行这条属灵的天路的时候，当我们未必是跟其他一个主要的群体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小心，我们怎样在我们每一日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继续来到去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主，我们知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就会来到偏差远离，就好像这两个半支派一样，昔日他们竟然自己来到起了一座的祭坛，来到去献上那些敬拜。神啊，今日你提醒我们，我们就实在要很小心去行这条属灵的天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不明白不认识，当我们稍微不留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悖逆了神你自己的心意，去觸怒了上帝。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赦免我们有意无意所犯的罪。我们当做的就是要去亲近你、敬拜你，我们当远离的就是那个魔鬼撒旦的作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的警醒、谨守遵行上帝你的律例典章。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有福的名求，阿们。路加福音二十章一节，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导人，宣讲福音。众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上前来，对他说：告诉我们，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又是谁？他回答他们：我亦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他们就彼此议论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就会问，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众人都会用石头打我们，因为他们都认定约翰是先知。于是他们回答耶稣：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亦不告诉你们，我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九节。于是耶稣向众人讲了这个比喻。有一个人种了一个葡萄园，租给佃户，就远行去了好久。到时候，遇见派了一个仆人到佃户那里，叫他们将葡萄园里当立的果子交给他。佃户却打了他，叫他拖手回去。原主又派另外一个仆人去，佃户又打了他，并且侮辱他，亦叫他空手回去。于是他又派第三个去，佃户把他打伤，赶他走了。葡萄园的主人说，怎算呢？我要派我的爱子去，也许这个他们会尊敬的。佃户一看见他，就彼此议论说，这个是承继产业的，等我们杀了他，这样这产业就成为我们的了。于是他们将原主的爱子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主人要怎样对待他们呢？他要来除掉这些佃户，将葡萄园租给别人。他们听见了说，千万不要这样的事情发生。耶稣看着他们说，这样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王国的主要石头，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凡是跌在那块石头上的就必跌碎，那块石头跌在哪个身上就必把哪个压得粉碎。经学家和祭司长知道这个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当时就想动手捉他，但是又害怕群众。二十节，经学家和祭司长差派监誓伪装好人去窥探耶稣，要捉住他的把柄，好将他交由总督全权裁决。监誓问他，老师，我们知道你所说所教的都对，并且不讲情面，只照着真理把神的道教导人。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透他们的诡计，就对他们说，给我一个银币看看，上面是哪个的像哪个的名号。他们说，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神的应当归给神。他们就在群众面前不能够捉住耶稣的把柄，又稀奇他的回答，就沉默下来。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世人所弃的石头却是成为了我们生命里面的防角石。主啊，世人对你的教导，对你的真理，对你为他们摆上的生命，都是嗤之以鼻。他们不去重视，甚至是轻视去践踏主你自己。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仍然为我们去被粉碎，你亦都重新的再起来，成为我们众人生命的防角石。主啊，今日你提醒我们，纵然你这样的摆上，但是我们都好像那些的佃户，我们没有去珍惜你所给我们的这个葡萄园，我们据为己有，我们以为是属于自己。所以你当你一次又一次回来去收这些果子的时候，我们竟然去将你侮辱，我们竟然将你杀死。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或者是装傻，我们扮不知道。但是主耶稣，
你仍然的耐心的等候我们，你仍然跟天父说，你说我们所做的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今天我们要提醒自己，神啊，我们都是欠你的债。主啊，你所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拥有，我们只是一个的仆人，我们为你的就是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去管理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赐，一切的财物。愿意当原主你回来的时候，我们是欢喜快乐的等候，将美好的果子去献给你。神啊，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有的盲点，仍然有很多不能够去放手的地方，求主你今天去帮助我们去看清楚，你是我们的原主，我们今天仍然有生命，仍然能够在这个歪曲拨谋的世代去有这个真理，去坚持去帮助我们的成长，完完全全是因为你这个教导，是你成为我们生命的防角石。多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复活之名而求，阿们。箴言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聪颖的名位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精明的人都按知识行事，愚昧人却显露自己的愚妄。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愿意敬畏你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聪明的人、名位的人能够是蒙恩。当我们去敬畏你的时候，我们也都能够按着真正的知识来去行事。神，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将各样的知识、智慧给到我们，无论是属天属灵的智慧，或者是地上各样的知识，都是神你去创造，神你所容许。所以我们就在各方面来到去按着你的心意學習不同的知識、不同的智慧，亦都好叫我們的生活能夠是彰顯你的心意，反映你的榮耀。主啊，特別我都為到一些我們的年輕人來到禱告，求你帶領他們。我們在三宣家裡面有幾位的年輕人接下來會入到大學的裡面，包括了 Wesley、 Samuel、 Benjamin。我们知道去到大学是一个新的阶段，也都是充满了考验、挑战、冲击，在信仰上带来很多不同考验的阶段。因为这个世界的人会用各种其他的道理、其他的说法来到去冲击认识你的子民。主啊，当他们离开以往的处境或者一个属灵的群体的时候，求神你带领他们与你同在，也都让我们继续来到去为他们这班的年轻人守望，也都为到在职的你都带领。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父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崇过于诸天，我们要开口赞美你，因为你是用厚恩来待我们。我们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你就会施恩拯救。主啊，如果我们在迷途当中，求你成为我们的道路。假如我们是有困惑、怀疑，都求你用真理带领我们过每一天。愿意神的话语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产生真实的信心和影响力，在你的爱里面得到刚强，叫我们不只是在理性上面，更加要在生命当中里面去活出来。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这个防角石，叫我们可以紧紧地去依靠祂。
使我们每一日过的生活都能够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去过每一天。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的爱，多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多谢你的不离不弃，多谢你一路都是这样看顾。当我们软弱，你就在这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随时的依靠。主，我们献上感恩。嗯，简短而完全的祈祷都是奉主耶稣基督满有恩典慈爱的名来祈求。阿们。